这个是陈老师点的羊肉面，这是大回单点的羊杂粉，然后他们还有一些免费的小菜。这家水城羊肉粉最近开了好多家分店，然后这家十里铺家店呢，我看是24小时营业的。哦，因为汤不能断火是吗？哦，所以我就想找一天晚上深夜来吃宵夜的。后来我看陈老师跟大慧他们之前已经来吃过了，一致好评，所以我今天特地跟他们约约来试试看。嗯，陈老师，哎，我这有点紧张啊。不用紧张，不用紧张。我建议他点个面的，让我们看看面是什么样子。这个面也好细啊。好。哇，这个是我点的全家福了，好大一碗啊！他今天这个就都给放进去了，那天我们是一个小碗一个小碗放进去。哦，这个全家福有羊肉、羊杂、羊脑、羊肝、羊腰、羊血，还有一个煎蛋。哇，这个全家福好大分量啊！先喝一口汤。汤还挺鲜的，并且没有羊骚气。嗯，这个羊是当地宰杀的。当地宰杀的。黑山羊。黑山羊。对，那边都是黑山羊。我一开始问，我还以为是运过来的宰杀，他们说宰杀完了再运过来。这个粉非常细，非常滑，有米香。哇，这个粉太好吃了。我之前在北京也吃过贵州开过来的羊肉粉，他们有的汤很好，有的羊肉很好，但是没有一家的粉有这个粉那么细那么滑，还挺有弹性。嗯，羊肝，这羊肝很有羊味儿，但是不膻啊，真的不膻，不是膻的那种。我加点这个胡辣椒。哇，竟然有羊脑，我把羊脑给拌碎了，刚才有一大块羊脑，羊脑很嫩很鲜，胆固醇的那种鲜美，大块羊脑。其实最开心的就是这家店24小时。对对对，我已经想象无数次深夜要过来吃个宵夜了。对，他家中午人比晚上少。是吗？就是我们俩那天来吃的时候，就一两桌、两三桌的。嗯。然后刚才我们来的就是基本上是坐满了的。嗯。然后还不停有人。哇，加了胡辣椒更香了。这羊肉给的少了点，切的薄了一点。嗯。嗯，羊肉的味道是对的，黑山羊的那股味道，是羊肉味儿，不是膻味儿。它这个粉就像在当地吃的粉一模一样，很难想象北京能吃到这样的粉。嗯，这点酸菜。酸菜不好，酸菜差。它真的是给一整个羊腰啊。哇，我一开始以为这是半个羊腰，羊腰就有羊的骚味了。但是爱吃羊腰的人就是爱吃这个骚味儿。对对对，就有点脏鸡味儿才好吃。嗯，这粉真好吃。我这个全家福原价75，网上团购50多点，吃到后面有点腻了，吃点豆角，酸豆角，很开胃。我如果下回再来，我就不点全家福了，因为我点全家福我知道它各种内脏什么的，我下回我就点羊肉粉，单加一份羊肉。我发现加了辣椒，加了那些咸菜啊、葱啊，这个汤越来越好喝了。吃不完了，剩一点点。哇，真的超大一碗，好吃，粉好吃，这个汤也好吃。下回我就点羊肉的，再加一份羊肉。感谢大家支持陆子伟老师啊，也顺便支持支持我啊，小 UP 主成长不易啊，多谢多谢。大家多多关注陈老师和大慧。我们现在还处于吃。
只能说真话的那个阶段啊，对，所以多多关注。大家就是喜欢听真话，对吧？他店名真的挺难记的。反正如果你们宵夜时段来这，有可能会偶遇我。